天之下除了郭一言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让我背弃原则。他俩是青梅竹马。怎么？好我在你面前永远任性，我要走了，再也看不见我缠着你了，你高兴吗？我原谅你了，顾一言，我是科学家，我不赌博，我是科学家，我不赌博。其实我也有不纯粹的时候，如果受伤的是你，我会毫不犹豫，但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抖音。